对不对？应该有吧。有。大家在这刚从花莲的话，我也是从动态上面稍微看到，就刚刚有玩到什么沙滩车。对，沙滩车还有开飞机。开飞机。直接开。是。直接开到太平洋上面。认真。我认真啊。哇塞，各位，开飞机哎。对。那他需要什么驾照什么的吗？不需要，你只需要会握那个把手杆。对，就这样，有点像体验的概念。对啊，我也体验。那昨天天气跟今天一样，像这样。超热，睡了直接黑三阶啊。有吗？我黑嘞，我整个脸都黑掉。来，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。Okay. 有黑到吗，林香？有。有，这边是要很红。他们说有。没有，永远是心中的女神就对了。好啦。那除了这个，刚刚说昨天才从花莲回来，那最近有没有什么作品？好，我最近出了我的对与你相爱第二本写真书，然后现在就是二刷中了，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做的现实动态或是 IG 粉丝团有连接可以购买。哦，与你相遇二刷啊，就与你相爱。与你相爱，对对对，相遇是第一本。然后二刷，现在二刷，没错。那什么时候要再二拍吗？这是二版，这还要再拍吗？你说拍第三本吗？对不对？就看状况啊，有点太累了，最近。刚好变黑的啊，有人。不要啦，黑的不好看。记录一下黑色的、啊。黑太阳举起来了。哦，与你相爱哦。OK， 那今天要来签名，对不对？要来签名，要做什么呀？刚刚有前面有讲到，要签名需要有什么资格？绿卡。刚拿到绿卡、哦。没错，对。有绿卡或者什么红卡，那要怎么取得这两个卡片呢？到我们的这个名册手机本里面来消费的，只要买我们1688、1680、1688都可以来获得我们的红卡跟绿卡跟我们的。